前发行首张全国语专辑，并在中国各地展开巡演。而近日有一段表演影片在网上疯传，只见他身穿一套红色漆皮套装，上半身为细肩带背心，下半身为短裙。仔细一看，上半身背心似乎太紧，让他的腰间肉全被挤出。许多网友看了纷纷留言：腰间都挤出肉了，那团是肉吧？这肉挤出来看着好难受，太尴尬了。另外还有网友很酸，他唱歌真的是一言难尽，能不能不要唱歌演戏，就好好拉大提琴？不过仍有粉丝力挺到底，直呼慢慢进步吧，这有什么好嘴的？意外引起讨论。Bye.